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好，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的一样是凤凰山这一系列。今天这一集会让大家更震撼。黄金珍宝凤凰山。凤凰山传奇故事这一系列会震撼全世界。我们来开始进入主题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要用心灵来看。奥妙冰窗花系列会震撼全世界。这系列上次有讲过，总共有四天，前两集是播放第一天第二天，现在因为要陆续讲后面，我们前面的再回顾一下。第一天是2月1号的时候，出现一些很奇妙的图案，这些图案就也就是窗户玻璃窗的中间出现一座山，那时候没有注意它，只注意拍周围旁边的那些冰窗花，结果呢越拍越漂亮，越拍越多。大片玻璃窗中间出现一个看起来没啥东西的图案，所以没有去注意它的存在。周边有一些不错的冰窗花，用心一一拍下它们的美妙。结果呢，第一天发现怎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怎么会越拍越多呢？冰窗花的质跟量都在增加。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，不得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结果呢，整个这个山周围的上下左右全部都充满了奥妙美丽的冰窗花，奥妙美丽的冰窗花。这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，我们现在就再稍微回顾一下，这是整个系列，现在是进入到这一系列的第三天。第三天更美丽更壮观。本来冰窗花它是一天两天，通常都是当天融化掉的几率最多，两天就已经算很难得了。它不但没有减少，还更增加。我们现在看看哦，这整个山都出来，而且呢，到处都充满的在飞舞的情况。不管它呈现出来是植物的形状、动物的形状，或是各种图案，都是活生生的，而且都在飞舞，都在飞舞。这是到第三天，你看，还是一样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比较细部来观看。这一系列是早上的时候拍的，我们现在来进入细部来看。除了看那个图案之外，还要看它的颜色变化。你看它这些图案都不是人为雕刻的，不是人为创造的，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相片，这一系列的内容都不是人为所制作创造，全部都是大自然所创造。凤凰山黄金珍宝的世界，现在开始进入主题内容来看。如果你们看到美妙奥妙的地方，你们要啧啧称奇，要赞叹的声音都可以，很轻松，很自然，
很轻松很自然，因为这个要用轻松活泼的心灵来观看，你才能够看到它很奥妙。不要很严肃，不要正襟危坐，不用这样，很轻松欣赏大自然美妙的艺术品，要用心灵来欣赏。你看哦，在这个山的四周全部都是充满各种图案，而且一天比一天多。当然它也有融化掉，也有融化部分，但是它到了傍晚它又陆续再补充上来。最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构图，它在那个玻璃的中间竟然形成一座山出来。现在再来这个，你看这个是他们呈现那个金色的世界，金色的世界。现在请大家朗诵一遍，起，引领你进入充满黄金珍宝的凤凰山，飞飞奇的景区观光旅游。因为这个是几 A 级的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定好了。我希望大家带着轻松活泼来观光旅游，不要太当真，但也不要很死板，不是用脑筋在那里背资料，而是用心灵来欣赏，就像欣赏这个大自然的无字天书，阅读大自然的无字天书。我们现在带领大家进入凤凰山 NA 级的景区来观光旅游，至于这个门票多少，我看你们自己定好了因为这些真的是无价之宝。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凤凰山的世界来观看。你看哦，这些图案的构造都很精细，不会混乱，它又是很立体的。你看它一层一层的，它一层一层的建构起来。你看这个螺旋状的，它一样分成好几层。当我看这些美妙的图案哦，我都很赞叹呢，奇怪，这个是谁在创造的？你们说谁在创造？大自然。大自然。以前很多人对大自然无感，老子、庄子他们都强调要以大自然为师，可是很多人对大自然无感，认为那个山河大地不会说话，好像都是无情，很多人都把它归纳它是无情。人类才是万物之灵，人类才是神圣的生命，而不知道大自然它本身具有非常高的创造力。请大家一起朗诵一遍，起。本期内容您可能会说，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看看，天啊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看哦，它一个一个图案，这里有好几个图案哦。它这些图案，它有一个边界，它不会去跟其他的混在一起。你看每一个图案的构造都是那么的精巧、细腻、立体，而且又生动活泼。我言辞既穷，没办法描述它真正那种细腻状态，只能够让大家用心灵来欣赏，保证没有任何人工造作。看看这么细腻，初看的人如果你问他这是什么，他一定猜不出来，你问他这是在哪里创造的，他也不知道。一般人看到这个，谁会想到这个是冰川花？如果初看这个相片，你会想到说这个是冰川花吗？
想象不到的，想象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资深媒体人员他告诉我们东北家人要拍下我实际在现场工作的图片，证明这些都是真实现场拍摄的，因为这些图案太奥妙了，太特殊了，也不是说我梦里相思浮现出来我再另外再画，不是这样，你人工画你没办法画到这么细腻的。请大家朗诵一遍，起。奥妙冰川花系列，大自然创造的艺术品，邀请您用心灵细细品尝，体会大自然的伟大创造力。大自然是神圣的艺术家。我们要会阅读大自然的无字天书，讲的无字天书就是指大自然啦、啊。这个呢，它不是用头脑之见在看，你要用心灵来观看，要去体会大自然的伟大创造力。我们再进一步深入来看，你看每个图样都是活生生的，而且这一系列呢，我在拍第三天的时候，它呈现出来都是金碧辉煌、金黄色的状态。看看，都没有僵化。看看这个构造，有没有看到非常细腻？你不要把它设定说这是植物还是动物，不用把它界定，因为它里面呈现出来就是非常高的艺术品。有粗的部分，有细的部分，看它的组合构造多么的精密。你想想看，这是水分子在玻璃窗上形成的图案，这些水分子如果它没有智慧，没有创造力的话，它怎么构图？它怎么会跑到那个该在哪一个主干、哪一个细干、哪一个横枝该跑到哪里？它怎么会跑到那里？这个都不是随机随便乱喷洒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它这个构图的严谨严密，你看看，仔细看哦，这个中间它有一个很奥妙的图案。至于它是植物、动物或是什么样的艺术，我们不去界定，因为大自然太奥妙了。你什么样的人来看它，你会有不同的认识。至于它这些图案，你能够看到什么奥妙，那也是依人而不同。这一系列要比较慢来欣赏，因为它是用金色系列呈现，而且呢，构图非常的精细，而且又很立体。这个每一张都是世界级的珍品呢、啊，每一张都是无价之宝啊！看看。如果电视是高清的，它就能够把那个很微细的那一部分解析出来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、很立体。有没有看到中间像什么？像一艘船，真的，它这个表征就像是一艘船，连这个船也是一样。这么的生动活泼，这么的艺术化。如果你雕刻的船，你画的船，你能够画这么的生动活泼吗？不容易。你看看这些构造，
每个图案它都是很精细很细腻，而且都是立体的。水分子在平面的玻璃上能够创造出这么样的细腻又立体，如果说你还没有震撼到，那你要反省反省，你要想一想为什么我还没有震撼到。真的这个些，如果你真正用一个清净的心灵来看的话，它每一张它都会震撼你的心灵，它都会唤醒你重新来认识大自然。像我看这些，我觉得说这个真的都是无价之宝啊。看看，因为他到第三天他越来越多，个别图案也都在成长，但是他们一样不会变成乱成一团。请大家诵读一遍，起。这是谁创作的？用的是什么材料？在什么平台上创作？一样，如果你无感的话，你还要继续去问，这是谁创作的？用的是什么材料？在什么平台上创作？我们过去都太习以为常的忽略眼前的奥妙，一般人都太习以为常的忽略大自然在启示我们，太习以为常的忽略大自然的大智慧、高科技、大奥妙。这方面呢，人类需要用心灵来观看、来体会。仔细看这个图案，中间这个最大的这个图案，那个都是有非常深奥的表征啊，那个、都有非常深奥的表征啊。至于你能够看到什么，是依个人不同的心境跟领悟，它呈现都是金色的，金色。再看看，你问自己，你能创造出这样吗？能吗？创造不出来。如果不服气的人，不服气的艺术家，那你问自己，看你能不能创造出比这个更厉害的图案，更精细的图案，看能不能。你看，构造多精细，多微妙。你们不要看到傻眼傻住了。看看，中间这个好像一个光，要呈现那个中文汉字的这个光啊。你看它呈现出来一样都在飞啊。你看这中间一样又是一个图案哦，旁边也是啦，中间它这个图案构造是很复杂的，分成好几层。你再厉害的雕刻家也雕刻不出这么样的立体又细腻。有时候图案会有好像看起来重复，那是不同时间拍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它是有变化的，它是有变化的。
前面是金色，后面还会镶上那个金银珠宝。你看哦，现在慢慢慢慢在镶上那个金银珠宝。请诵读一遍，起。不要忘了，这是水分子在极面的玻璃上创造。为什么在这中间要提醒大家？因为你们可能看看就忘了，看以为那个就是很奥妙的艺术品，然后忘了说这是水分子在平面的玻璃上创造的。你这样一回神一想，你就会体会到原来大自然这么奥妙啊，水分子这么的高智慧，这么的具有艺术之美，难怪老子要跟我们讲，我们要以水为师，观水悟道，那个含义都很深的。我们看最右边的这个图，它现在形状颜色，最主要是颜色，它又不断在变化，又带入更多的光。像他们这些图案都在发光啊，都充满很高的能量啊。你看，如果你心打开的话，他会跟你交流，他会把他们生命的喜悦，会把宇宙的正能量跟你分享。现在后面的这些图案，它陆陆续续的镶上金银珠宝。有没有看到金银珠宝？这里有个心，而且像开口笑。你看哦，也是一个代表爱心的心，又是一个开口笑。仔细看，都有镶上金银珠宝。那些金银珠宝不是我附上去的哈，再仔细看看这个图案，你看，看看大自然的艺术之美。这些图案呢，现在都陆陆续续的又在变化，又镶上很多的金银珠宝。请朗诵一遍，起。冰川花太奥妙了，大自然水的伟大创造力，大自然水是神圣的艺术家。看看，你说水分子它怎么能够构造出这么细腻这么奥妙的图案？你如果无感的话，你还要经常问自己，这个到底是谁创造的？你说那个是随机意识的，那个是随意，没有什么创造力在创作。那你随便喷一喷，你看你能够喷出这么美妙的图案吗？你看看上面现在很多的珠宝出来，
看看这些图案，这里构造又是很精细很奥妙，像我看这些我都觉得如获至宝，也很赞叹佩服大自然的伟大创造力。水伟大创造力，水的艺术之美。你看到它右边这一条线，它为什么会拉这么长？每个图案呈现出来都是向上的，都是正能量的，都是在飞舞的。你看这些哦，它都会给你正能量，它都会鼓励你呀，它会跟你交流，让你的生命也是开心快乐。看这些以后会配上音乐，你边听音乐边欣赏这大自然的伟大艺术，它很容易跟你进行心灵的交流，让你身心越来越轻松清静，让你能够逐渐的恢复你的清静的心灵，唤醒我们每个人的神圣生命，所谓的明德。好，这一系列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一集更奥妙。让生命飞起来，以天地为舞台。Yeah.